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都知道我是陈小芳嘛吼。啊，不过要介绍讲，伫这部电影《贺岁片炸团圆》内底，迄个阿婆就是我演的嘛。即摆我讲的话，拢无人要听啦。再晚的戏，你看到的他在镜头前的他，永远是让自己看起来精神饱满，对表演的热情，对表演的努力。还有付出，我觉得都是我们后辈很应该要学习的。粗茶淡饭，别客气，请用，请用。非常开心能够跟阿婆一起合作，很喜欢她那种很自然、很细腻的演出，跟她说的台词，非常非常非常有人情味。你讲哦，不要别人看到哦，那我把人在在不？他真的是一秒入戏，他有时候只是在旁边，他就会说：“哦，这一句我受不了。”然后他就落泪。一直都不觉得他是一个阿嬷以上的人，他的灵魂根本不是一个阿嬷。他很喜欢讲笑话。你跟阿姨喝也很吃亏，他叫你干杯，他随意，你也不能拒绝。对、啊，我要一起喝啊！要什么叫干？什么叫他们吃吃亏？一个正外平你怎么吃亏？我少喝他都喝了。阿姨。他保持得好年轻哦。他那天跟我讲说，哎，我在想我最近我是不是老了？我说，你现在才发现，你现在才发现这件事情吗？这不就是你的目的吗？家人手牵手，你到底什么呢？背后留一手。1月20，炸团圆。你走吧，跟你背。